你给你讲书用。他给讲书用。今天是奶奶的80岁生日，是八十岁啊，八十一啊。八十一，八十一了哈。想咩啦？81岁生日，还穿了一身新衣服。甲水当当哦。人生都是。对啊。你女生冇女生？女生只落我咩啦？还可以挂你水水。成功啊！哎呀，咪是中途啊无咧。是不是？今天给奶奶好好的梳妆打扮一下，打扮的漂亮一点。等一麦哦，因为以前我们奶奶生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西安，然后都是用给她发视频啊这样子。今年是第一次大家全都在一起给她过个生日。我那里。爸，问你个问题好不好？她在生日，你有没有给她准备好东西啊？没有。那没有，你好意思在这坐着啊？你说我亲阿泰一口好吧？嗯。让你亲阿泰呀？奶奶的嫁妆爷爷给她保管着。找不到了。阿伯对医生的说说奋斗。我讲我未杀到了。你提个伤把人了呀？一个生日你不要搞事情啊，好好过。我算了算了。不了。不了。你妈不念几个地位？那个小辫子接下来，发卡一卡。就是个老宝贝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用了，不不。今天主角就该有主角的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漂亮哦。我是苹果还是别的？妈，还是他奶奶我厉害。我让他装睡装睡就真睡了。哈哈。再来一个。哎，你妈个排戏啊，安得请阿小莲。一看了，你就会拍摄了，是不是？你想较水？奶奶我妈夹一个，你也夹一个。奶奶最漂亮，她最喜庆。今天你穿这服不啊，较水？看了，这才有夫妻相嘛。啊，你们在配头？一会儿大姑二姑也要过来一块庆生。那去都去打了，我让看对着天了，不让团建去。不呀，这个手机黑去哦，转载了。得拍摄是文工啊。我还有拍摄。你看现在我面盆倒了，还要拍摄。我那阵在演剧，我穿罩衫，大家熟悉的脸型。当配角嘛，还演过节。这家伙睡觉连哭睡了。甜甜睡了快两个小时，然后听到西西的声音呢，他就一下子醒过来了。妈妈带你去找西西玩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要吹。甜甜这可主动了，叫西西给他吹头发。甜甜你也给西西吹，好不好？好，给西西吹。妈，好。球球。哦，球球。打球。总共准备几道菜？八菜一汤，有四道海鲜。今天还是搞两桌。一会还是你奶奶娘家人呢，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来。今天我家的 WiFi 信号老强了，这两个人合起来有三条杆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都要造反哦。这家伙要打屁股了，沙发都敢爬，爬上爬下。蚊子老多了，给两个小家伙喷一点驱蚊的。你也要啊？他现在哦老欺负西西。这次定的是老奶奶。哇！喜欢吗？那个是什么？草莓。嗯，还有呢，芒果、水果、阿泰，对，那是阿泰。我们等一会儿吃哈。妈妈先吃，可是吃。我放冰箱，等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再吃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来做一道蒜蓉茄子。哇，煎。今天这顿饭做的最忙了，你看四个人呢。好啊，一直等着你。嗯，没有，我连妈都不会给他吃。这边也忙得很。这里。再继续烤个5分钟。
葱。这边烤茄子。来一些辣椒酱。不要黄瓜。不要黄瓜太多吧。这个是婆婆最拿手的一道凉拌菜了。最大口的。嗯，还是双菌的那时候味道。你那时候来咱们家吃饭嘛，然后妈不是做了一道凉拌黄瓜，那就是我凉拌黄瓜把你骗回来的，有一半我功劳在。你真大爷的哦！再抓一回，啊，他再给你生个二胎啊、哦！好。我就说你要说这个。好。哇，上锅一箩尾。你咋样？我的茄子也出锅了。他刚入座你就先吃啊，他们都没动呢。是我把这个提议吃的我最实在的了，像不像、啊、人家都在忙，这家伙已经开始偷吃了。你从这边咬，都还没喊开饭呢，你女儿已经开始吃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始啃那个鸭腿了，我看见了，可劲儿的造啊。好，还有一道压轴的粉丝蒜蓉蛏，这下就十全十美了，刚好十道菜。干杯！不要红了，阿姐酱。这边干蛋就好了。别来说，我别来，我阿咪给讲的话。肯定的话，阿东公爹讲的话，还有个讲那个毛黑的同桌家。阿哥子。阿姐拍拍我。好，这个这是陪奶奶过的第一个生日，八伯年，嗯，你们也不拿了，嗯，跟甜甜一起，甜甜一起吃，来来，吹，阿伯吹，吹，叫甜甜在那蹦回来，我甜甜跟他蹦，甜甜要回来，不打，那老婆生日快乐，哎呦，啊，你改到现在这样，一家了，一家了，自己这样，哦。不好意思，笑得我还想到那个闽南。阿妈的亲就是。嗯，哇哦。甜甜棒不棒？甜甜呐，你看这个菜公家来，我叫甜甜看。哦，棒棒。阿看这个菜吗？阿看你吃个菜吗？哇，棒棒。好，棒棒棒棒。这家伙没白疼。别拉了。公啊，进不进嘴啦？进不进嘴？啊，连公啊，搞连妈排泄啊！连妈跟连妈，你我排泄，公不要排泄啊啦！没进不进嘴？没啊！睫毛的红，我快到整个那个睫毛，到那个睫毛。你叫什么名？笑而不语哈。那笑仔，你笑唔仔？佮佮咩？天天吃，吃吃，就当乖乖。拜拜，司机，我坐美女的位置，美女的位置。啊，美女的位置了。你要去哪辆车？我们骑电动车。就这啦，司机慢一点啊。拜拜，我明天就去找你哈。过几天就西西生日了，我们再去好不好？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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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生日快乐！今日欢喜不？有今欢喜，爸咪食饱，食饱就好。恁两个啊，你我食欢喜了。